静脉曲张不用治，一个方法在家就能做，不口服不费钱。很多人腿上长红血丝，以为是小问题，所以就错过了调理静脉的黄金期。静脉曲张调理好了呀，80岁都不嫌老。静脉曲张5年以上，经久不愈的，我来教你一个方法，只要一顿饭钱。大家看，静脉曲张啊，是不可能自己好的，也不能用民间土方，更不需要不断跑医院。静脉曲张5年以上经久不愈的，我来教你一个方法，只要一顿饭钱。但是如果你因为便宜不敢相信，非得去花成千上万，我也不拦着你，毕竟钱是你的也不是我的。很多人啊，小腿刚开始肿胀的时候呢，不当回事儿，非要等到蚯蚓腿、红血丝、青筋凸起、色素沉着、增刺感、凄然感、麻木灼热呀才后悔。但是只要还没到80岁，都不用慌，都来得及。试试这个针对静脉曲张问题的麦氏康静脉曲张冷敷凝胶，轻轻一抹，凝胶精华透皮吸收，精准作用在疼痛深处，专业改善静脉曲张引起的红血丝、血管凸起、蚯蚓腿、下肢酸麻肿胀等问题。现在下单，厂家直发，点击下方查看详情。